位乡亲们，大家好，我是 KN 阿金啊。今天呢，我们要来两面数挪对上五条悟，这个是最多人敲碗的题材。那为什么一直迟迟不拍呢？原因只有一个，因为这个作者呢没有出这个敌人模组，也就是因为没有敌人模组呢，所以我们可以操控这一个的能力，但是不能把它当为对手，所以五条悟跟两面树挪都没有出。那像一拳超人他有出，所以我们可以跟一拳超人对打。既然不能对打，我们还是可以想办法跟五条悟做一点比赛吧，对不对？那在影片开始之前呢，请先帮我按下喜欢，还没订阅的观众朋友也可以帮我按下订阅按钮。那我们就正片开始啊。首先呢，我先把我的亮面树挪给装上去，哇！啊，人类，等一下，他不可能一拳一脚就被我，哦，他出来！我想说，怎么可能五条悟一脚就死了？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啊！那我决定来跟这个五条悟做一个比赛，就是。我们双方互殴，看谁比较快把对方给打死的人获胜啊！想必这场战斗应该是我会赢吧？怎么想都是我赢吧？对不对？我们在画面中呢，看到了一个计时器啊，计时开始，我就要直接开殴了。怎么开始了？没差啦，让他的三秒也没关系啊，反正我刚才有踢他一脚嘛，对不对？来了，来看我这一招，直接爪子，他应该死得很快啊！再接，嚯吼！来还想跑啊？看我，哎呦，吼吼！这一个就是两面树挪的实力啊，你看的血已经快没了。他血有在掉吗？他血怎么感觉没有在掉？现在几秒了？三十几秒了。不行，我们最强的这个火弓箭先给他放下去。嘿嘿，这个机器好久，他差不多了，他应该挂了。人类，他人怎么没事？而且他怎么发出蓝光？你不要趁机偷放什么无下限术士吼！哇嘞，已经一分多钟了，打不死他，看来只能使用大绝了。领域展开，只有这一招才是最强的。来了。他这个不死也剩下半条命啊，差不多了，他差不多该 GG 了。怎样，人类？哇嘞！你看啊，他人好像受不了。血怎么还这么多？那我们用另外一种版本的领域展开。哇嘞！这样有没有用啊？他血有在扣吗？怎么感觉好像没有？哇嘞！我知道了，我直接把他带去我的这个内心世界来打一打，对不对？来，我们一起进入内心世界。然后我皇冠要不要叫出来啊？我这一个上面的这一个神环叫出来，这样子打应该会比较痛吧？哇嘞！再一次，直接在内心世界里面按领域展开，完了，直接一个坏掉，完了，他屋子变两间了，坏了，所以千万不要在内心世界乱使用领域展开啊，不然再展开一次啊。超好笑，两间屋子啊，
就是这样啊！时间过去已经三分钟了，哇嘞，要怎么打他才快啊？哇嘞，用这招，这招应该比较快。我们用最快的速度，不然我们这一场战斗要输了。五条悟最好这么耐打啦！哇嘞！等一下，我们是不是要把一拳叫超人也叫出来比赛一下、啊？太难了，这个不可思议呀、啊！这到底要多久时间才可以把他打死？弓箭，火弓箭，棒！哎，我觉得火弓箭是最痛的、欸。再一招，我们连续使用火弓箭，棒！人类，他在这个地方想躲也躲不出去啊！哇嘞，再一集，已经要五分钟了，不行啊！哎，他跑去哪里？不可以这样子躲招的、啊！哇嘞，啊！哇嘞，这个五条悟太强了！如果他能力时装，那我是不是不用玩了啊？对不对？哎呦！火弓箭，太强了！我们先回地面好了。哦，你在游泳啊？你也有今天啊？来，直接把你割成两半。集气，哇！这一招到底 O 不 OK 啊？我觉得完全无法哎、欸，打不死他，再放个大绝。领域展开，完了，坏掉，他太强了。OK， 可以，哇，整个五条悟实在真的太强太强大了。哦，你到底要死了没了啊？现在已经六分钟了，我可以认输吗？我觉得感觉要认输哎、欸，领域展开，哇嘞，又坏掉，五条悟会让领域展开坏掉，这样不行啊！我真的傻眼，我觉得看来只能使出个火弓箭之类的东西。这一招比较快，棒！哦，他应该死的差不多了吧？人不见了，他人不见了，对不对？就是这样啊！啊，我就想说他怎么可能这么厉害？终于死了吼！等一下，找不到尸体啊！哦，确定他死了。我们时间来到7:18，刚才找他尸体花了一点时间，算7分好了。我们的两面树挪要把五条悟打死，要花7分钟，没有错，就是这么夸张。那如果反过来呢？呪術高専で1年後来了。我们的五条悟，好怀念呐、啊，有没有？这是最简单的，这个是仓嘛？哎，很好，先练习一下，然后再强一点的鬼派气功，这招感觉应该可以秒杀这个两面树挪。来，我们计时器归零。
看看我们的五条悟比较强，还是亮面素挪比较强？那我们就直接开始，直接放一个龟派气功，有吗？怎么好像也不会痛？哇嘞，他们两个人血是太厚，是不是？来用第一招，没有感觉。那最强的仓，哇嘞！哦，来吧，寿司棒，棒！啊啊！怎么可能？我不相信！等，我重新叫出来一次，应该是坏掉了吧？最好五条悟有这么强啊，这样子大家都不用玩啊。好。现在两面素挪出来了，我们检查一下他的这个血有多少。他是不是血太少啊？啊，血有十万滴耶，十万滴血，他被秒杀，我不相信。来，我们直接同一招，他这一招一发十万哦，怎么可能？哦，他这一次活下来了，可以嘛？这样才对啊！我想说，刚才怎么会坏掉？看一下他剩多少血，少掉一万的血。来，再来，再来，我们直接开始使用鹤，鹤，杠，哎呦，耐打哦。另外一种鹤，再来，最强的鹤。人没事，那要认真的是不是？来，我们再更强的，这地板都全黑了，看来我认可你了，你是可以让我使出纸的人。来了，合起来，哇吼，大绝啊！死了吗？哇嘞！等一下，一击必杀。等一下，我计时器没有按到。我们使用纸可以一击必杀这个，我不相信，一定又是坏掉了。拜托，我们再给两面素挪一次机会啊！来了来了，来，我们再给两面素挪一次机会。他现在是满血，直接使用大绝啊！不可能一击必杀吧？最好是啦，啊，一击必杀，不是，我计时器还没按呢，我都还没有使用其他招式哎，来，我们先开始计时哦，然后我们使用领域展开，领域展开总是要用一下吧，对不对？来了。这样子嘛，哈哈哈！不是吧？他要死了吗？不可能啊！这不可能啊！这不可能啊！不会吧？啊？哇嘞！怎么可能？不到一分钟，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。史上最强魔主，果然还是五条悟啊！好了，那么今天的影片呢，就到这边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好扯！最后呢，我要感谢这些加入 YouTube 会员的人，因为有你们让阿金变得更好，感谢你们，就这样。